大家好，今天要介绍的是罗兰 RP102 数位钢琴，它的定位是属于入门级的家用琴款，外观与界面十分简洁大方，是家中第一部数位钢琴的最佳选择。即便是入门琴款 ，RP102 仍旧搭载了非常高阶的键盘，可以轻松表现出钢琴的各种音色与强弱。音色搭载的是罗兰专利的 Supernatural Piano 设计，可以完美的呈现平台钢琴的音色表现。三踏板也仿照传统钢琴，采用金属设计，完全不用担心转换到传统钢琴的衔接落差。外观是优雅的黑色磨砂材质，具备普架与滑盖式琴盖，平时不弹时盖上琴盖，可以防止灰尘堆积。RP102 还具备了蓝牙功能，搭配专属的手机 APP， 可以操作更多丰富的功能，像是节拍器、录音、乐谱等等。有兴趣的朋友，快来 Music Square 体验看看吧。